Zijou. Je comprends pas.翻译，你上周要穿什么啊？哦，我跟你讲啊，我已经想好了，穿连身裙吧。不然的话，他另外的选择就是，穿衬衫啊，搭个花花短裤。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啊？上周衣服买好了吗？还没，像我这么高又这么瘦，衣服又超难买。我看了好几件，你可以过来帮我看看吗？你觉得这件如何？这件我不喜欢它的图案哎，有点松松的。这件太公主了啦！欸、你上家穿什么衣服啊？哦，短裙呢？怡如，我这次送就想要走上海女伶风，你可以帮我把整个头发盘起来，走上海女伶风的样子吗？你不觉得我的脸看起来很圆又很大吗？怡如，你可以帮我把这里放下来一点点，然后这里也放下来一点点，然后这里到这里，这里到这里，这样可以吗？我觉得可不可以走成熟一点的、啊，比如说像这样有点飘逸的、啊、这样子，可以吗？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很飘逸没有错，但是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太有气质了吗？我等一下还要跳舞哎、欸，我想要野性一点。性感一点的，这样可以吧？我看一下哦，我觉得这样超级完美。上周要去哪里吃啊？废话，当然是巨蛋喽！巨蛋整个都是我的员工哎，当然是巨蛋喽！里面有超级多素食餐厅的，超赞的。拜托，巨蛋设计图我画的，看到了没有？不去巨蛋，去哪里、啊？这是终于要去巨蛋了，哇！恭喜大姐，这是我们送旧的餐厅，就今天是广招一的哦。大家准时出席，拜拜。胜利！为什么不是巨蛋啊？我保镖都请好了哎、欸！我在广州一只有水果拼盘看一次哎、欸！为什么不是巨蛋？你知道我设计图画很久吗？画我巨蛋！哎，大家今晚八点在小剧场排送就剧哦，一定要来哦！可是我要加价，我要请假、啊，我要吃家具，我要吃家具，那么肥还吃？晚上打工哎，在这边等了十分钟了哎，一个人影都没有，迟到，每次都迟到，现在怎样放我鸟就对了啦，再迟到干脆就不要演了，演什么东啊？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现在几点？明明昨天就说好今天早上十点练习，现在几点？刚刚打电话为什么不接？要让别人等你等多久啊？好，那几个人都迟到就不用演戏了。看我长得这么帅，你看后面排队的一头拉苦，你怎么可能会不喜欢我呢？可是我就没有排队啊！卡，现在是怎样？刚刚讲了几次，不要背台，不要背台，你还在那边背台，再给我嬉皮笑脸啦！全部重来。今天不是总演吗？你这么德性，下礼拜是要怎么上台？衣服嘞，道具哎，人还没到齐，在干嘛？啊，下礼拜就是送旧哎，还是嬉皮笑脸的、啊？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要交送旧钱了，真的很烦哎。好吧，为了展现我的决心，去收一下好了。交送旧钱喽！啊，是我刚才下单的。哎、欸，张浩，你看这件，什么哪一件？它可以遮屁屁哎、欸，你看，而且还可以遮手哦。那超适合我的，换交送旧钱的啦。啊，可是我最近要跟学妹去王品吃十周年纪念大餐呢、欸，没钱。没收到钱就算了，还十周年。不要了，你看我都这么瘦，我都没有钱吃饭了，还跟我收钱，嫌老娘胖，可恶！大家都不交气的队费，我都先垫啦、啊，没钱啦、啊！交什么送旧钱啊？弟弟都把钱花完了，没钱啊！臭家兄弟，你们进度呢？到现在连个毛都没生出来。说好了表演进度呢？剧本写出来什么东西了？
耻心啊！这么基本的东西都生不出来，怎么给学弟妹当榜样啊？哎，拍什么？哦，到底要拍什么啊？拍什么？拍什么？哎，我们去讨论。哦，好啊。哎，大家是有没有要帮忙一起弄大三的送旧影片啊？可以吗？来啊来啊来帮忙，快点！啊妈的，全班都在装死！哎，帮我剪影片啊！啊！哎，元玉，帮我剪影片好不好？可是我要约会。那咱俩来试试。哎，大家，我们下礼拜要拍给大四学长姐讲的话哦。又讲什么、啊？我跟他又没什么好说的。啊，是不是黑心啊啦？啊，要拍什么啦？等我转完再说。哦，就跟我这学姐不熟啊，我是要怎么拍啊？你们小哎、欸，嗨，晚竹，忘记我要说什么了。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Angie 耶，然后是我学姐 ，No。嗨，学长，我是戴文，你还记得我吧？那个大一进来的时候，我是比较闷的学弟啊，可是好不容易到大三之后，终于可以跟你们聊起来了哎，然后就希望你毕业之后。可以常常找我们哦，一起玩桌游啊，然后一起霸凌学妹啊，学长拜拜。嗨，罗伊，就是大家虽然大家都说你的嘴巴很泼辣，但是呢，你都没有叫我去撞墙。然后在这三年里面，就是真的有一种被你疼爱的感觉。然后我画了一台背景，只、就是希望你以后呢可以实现你的梦想，然后到世界各地出去玩，然后要回来就是继续当你少女。嗨，晚竹，你今天好正哦！虽然我不知道你要穿什么。哇，你要毕业了，好快哦！你花常回来看我们哦。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呢，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香菇。拜拜。学长，很高兴能当你的学弟哦。那期中的宵夜总是少不了。那那个选课还有课业上问题问你，总是能迎刃而解。那那个人你要毕业了，就突然不习惯。那不过还是要常回来看我们哦。还有学长。谢谢你这几年来的照顾，也感谢你每年从国外带回来的纪念品。在这个感性的时刻，我要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祝福你一切顺利，毕业快乐，拜拜。Hello， 姐姐，好久不见，相信你应该很久没有看到我了。然后，虽然你没有看到我，但我相信另外一个男人他会好好的陪伴你，所以祝你们。就是感情长长久久，毕业顺利，拜拜。最可爱的 Ruby 学姐，谢谢你这三年来的照顾。然后呢，也谢谢你每次吃家具的时候，找一些可以吃很饱的地方，让我不会饿肚子啦。那未来实习也在台北嘛，那就是以后吃家具也可以一起吃喽。那祝你毕业快乐。嗨，学长，恭喜你终于要毕业了。就是这三年来真的是照顾我蛮多的。然后呢，就是觉得说可以应届那种。希望你以后也是可以好好的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拜拜。嗨，学长、啊、每次在健身房看到你在那边做卧推的时候，看着自己的身材，哎，自叹不如啊。啊，对了对了，最后啊，就是祝你毕业快乐，有空多回来看看我们哦。嗨，学长，很开心我们家有个圆滚滚又不挑食的你，每次看你吃东西的时候都觉得好好吃哦。虽然你的身材越来越可爱了，而现在你要回澳门了。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再见面、啊、就如果有空的话就发给我们一点优惠带我去澳门玩吧。学长毕业快乐。学长你要毕业了。对啊，很开心遇见你。那谢谢你，就是家具啊交易啊什么的都不会忘记。那现在就是你要离开了嘛，所以就祝福你未来可以顺利的完成你的梦想。拜拜。哎，学姐，耶、yeah, ，恭喜你啊，毕业啦！哎，学姐，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从以前啊，就听说你是传轩一姐，现在又听说啊，你在107集里面很夯，哦，真是太猛了，太猛了！好，
啊，总之呢，要毕业了，那记得之后回来吃家具哦。好，毕业快乐！嗨，菜菜，我们同一个时间一起进来高师大，然后一起上过那么多堂课，可是现在你却比我早一年要毕业，觉得好感伤啊，好像是要被留级一样。我啦我，然后希望你毕业顺利啊，然后可以就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嗨，学长，三年过去了耶，你就要毕业了。有我这个问题学弟造成你很大的麻烦吧，但是我们也是平安度过了呀，祝你毕业快乐，当兵顺利哦，拜拜。嗨，玉芳，谢谢你三年来的照顾，然后希望你以后可以常常回来看我们，然后祝你之后都可以就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毕业快乐。嗨，佩奇，恭喜你终于要毕业啦。对，非常谢谢你啊，这些年的照顾，像是啊，不断喂食我跟钟燕啊，还有我们一起飙 QQ 一直变胖啊，还是一起白眼女云鲁啊，对，好了好了，非常恭喜你要毕业啦，祝福你呢在这条路上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逐梦踏实。嗨，机会，认识你这三年来呢，大概就是我发现两个共通点，一个呢就是爱翘课，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十句话里面都有两个脏话，这就是我们两个的共通点，但这都没关系。反正就这样，毕业快乐。学姐，恭喜你要毕业了，那感谢你这几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包括我还有李毅。那你要离开了，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舍。说真实的哦，说真实的，我比较希望是李毅离开我们。好了，最后呢，祝福学姐以后能朝自己喜欢的目标去发展。那也祝学姐以后未来日子能过得天天幸福又快乐哦。虽然很难呢，在学校遇到学长。在我心中的神秘程度大概不亚于阿根吧。我知道打西篮呢，我虽然我不打篮球，不过我知道打西篮呢，非常的努力，然后非常的辛苦。祝学长呢毕业之后呢，可以尽快的找到工作，然后在工作之余不要忘记打篮球的乐趣。开心这三年来可以当你的学妹哦，你真的是一个超级棒的人，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有梦想跟理想坚持的人，相信你在未来的道路上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我真的超级高耶，毕业快乐。 Hello 吴月学姐，很开心能认识你，和你相处的时间真的很开心，也很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和学弟妹的照顾，你要毕业了，祝你毕业快乐，我们会想你的，有空要记得回来看我们。学长，虽然从以前到现在没看过你几次，但是觉得你应该是个很厉害的人。然后祝你毕业快乐，一切顺利。学长，展龙学长，真的谢谢你这几年来的照顾啊。然后我说真的，就觉得你骑脚车超帅的，对，还有那个健壮小腿肌，对，好，真令人羡慕啊。好啦，那也是祝福你啊，就是毕业后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也记得要骑着你的自行车，然后回来学校看我们哦。哎，全程才没吃几次家具，你就要毕业了哎。那毕业之后你要记得继续运动哦，不然以后会认不出你来。最后就祝你毕业快乐吧，学长。这三年来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你哦。最后我们是就是送我的点心宵夜，还有最后聊天，就甚至就犯很对来说很严重的错，就是你还是能够原谅我。但都是因为说，都是你只会跟我说，因为我是你的学弟，这个简单的理由而已。这真的很谢谢你哦。Hello 学姐，那这三年来谢谢你的照顾。我记得大一下的时候，你请我吃顶黄，我一次吃了400元，还蛮爽，真是感谢学姐。那学姐要毕业了，不过你之后还是在高雄实习嘛，那所以希望学姐。以后我们吃家具的时候，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吃哦。那祝学姐毕业快乐！嘿，学长，恭喜你要毕业了，觉得还是有这缘分能当你的直属。谢谢你三年来的照顾，希望你接下来的实习和考试都能顺利。然后你自己要记得多多运动哦，要像我大一看到你第一次那个样子，记得常常回来吃家具，还要多多探望我们。毕业快乐！嗨，学长。时间过得超快的，恭喜你要毕业了，然后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的话好像变得比你多了耶，毕业快乐。哎，学长毕业了，时间过得好快呢，记得毕业前还有一
看毕业家具哦，你请客。开笔，真的开下就是可以当你的学妹，然后啊，你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然后又很好笑的学姐。每次家具啊，就是或者是聚在一起聊天，然后我很常抱怨，但是你都会就是有很耐心的跟我讲说要怎么做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很好笑的回应，对吧？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感谢你这四年来照顾，学姐毕业快乐哦！太完美，时间过得好快哦，你就快毕业了。然后其实一直觉得很习惯学姐照顾这样的感觉，然后很感谢学姐这三年来的照顾还有帮助。我也祝福学姐毕业后可以过得开心，过得顺利。毕业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常常过来找我。分享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学姐毕业快乐！嗨，刘轩，就是从大一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个超有趣的人，然后谢谢你照顾我三年，那我们一家都非常欢乐这样。那就是觉得就是你跟我分享了很多事情呢，我都觉得很受用。那谢谢你，我觉得你是一个超好的学姐，我觉得很幸福，毕业快乐！嘿、hey, ，哈哈，好久不见啦，毕业快乐！虽然我不知道说你到底会不会毕业啦，好，没关系，我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进来高师大。虽然说你真的是一个很不照的学姐，不过没有关系，我也是一个很废爱翘课的学弟，我们就一起当一对很废的直属好了。OK， 好，毕业快乐，拜拜。Hello， 小花认识你已经三年了，可是呢，前两年的家具每次都是……喂，学弟，家具。我在骑车。可是呢，你今年呢有了学妹之后呢，就变得准时了耶，好棒哦！啊，宝贝，恭喜你要毕业啦！其实很开心你可以来高雄，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轻易放弃。记得晚上不要喝太多哦，爱你耶。Yeah。想不到在你要毕业这一年，我竟然跑到美国来交换了。相信我们家那两个小孩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吧？相信学姐今天一定是盛装出席啦！啊，好可惜没有办法牵学姐走红地毯，但没关系，就有学妹代劳啦。那最后就祝学姐毕业快乐，毕业后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嫁入豪门。拜拜！嗨，翔太，毕业快乐！你长得这么讨喜，一定可以当一个好老师，以后可以回来多找我，也可以找到学弟妹啊。就这样，毕业快乐！学长好，学长快毕业了哦，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真的很谢谢学长两年的照顾。那学长偶尔也可以来台北玩。绝对带你去吃好料的。然后学长如果读书读累了，给你一个好处，你来台北闯红灯，然后我不抓你，也不开单，哦，这样对你够好了吧？好啦，总之，谢谢学长的照顾，谢谢。숨겨왔던내마음고백할래너를사랑해용보고싶어요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现在你也要毕业了希望你的未来可以朝着自己梦想前进너를사랑해